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黑神话悟空如何到达如意画卷，属于天命人的圆桌厅堂。黑神话悟空棍子玩腻了，楚白香取得方法，小张太子和四江自现。之前申猴、虚狗这类功能性 NEC 分散各地，跑来跑去很不方便，今天来讲讲怎么把他们聚到一起。第三章推进到打完抗衡星君和猪八戒紫茶后，下归岛举量不怕不哎猛尿左否沿着海撵走，会遇到一个 NEC 雨辰，哎呦好，打完应该会说想要虚狗的丹药，一号丹药，哎，找到虚狗想拿到丹药，他的脾气我再熟悉不过，这老龙神力仍在，交付给成龙后会带你进入无意画卷，这样所有的 NEC 都在一起了。嗯，哎呦嘿，孺子可教，孺子可教，得此弹药，便有了开启那宝地的法力。这画中圣境，乃是我等合力打造的世外桃源。猴子既已归位，六丁六侠也当重聚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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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金丹之道，炼己为先，好汉怎么看？一粒金丹一因果，我命由天不由我。啊，呵呵呵，小老弟今日弄点什么？九九九，能成事亦能败事。但话少提，我没兴趣。既然来了，我便帮你把那身破铜烂铁换换。现在我等兄弟姊妹往来无碍了。哎，莫小瞧了我等，这一路的艰难险阻，若是无我等相助，你怕是也难走到头。此地轻易不迎外人，老夫是看你有缘，这才带你进来。哎，这便要走了，记得常回来看看啊。哦，对，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帅气的武器——楚白枪的获取方法。首先要击败三个魔将，魔将妙音和杰波，这是主线 BOSS， 不会错过。从浮屠界上层土地庙往下跳，打败魔将连眼。从浮屠界下层土地庙往回走，多共有打开之前被魔将连眼封住的牢房门，和小张太子说话，连命人可否助他们解脱。从快活林土地庙出发，一路走就可以来到第四个魔将的尸体处，拿到第四个神魂。
交付给小张太子后啊，会得到楚白枪头，不用再去土地庙就可以锻造了。啊，我少校李一家也曾自诩天命所归，可如今成了这副样子，连跟着我的兄弟都不得善终。这个与我已无用，你且收下吧。该回家了。听闻